你们好，我是 Ellie， 欢迎来到 GoEast 中文节目 Beyond Class。 今天我们学习我报名参加了歌唱比赛，你快听听我唱的怎么样。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，加油！你以后想做什么？我想成为网红，可是我现在还没有粉丝。别着急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如果一个人很有能力，但是暂时还没有成功，我们就可以用这句话鼓励他，因为我们相信，只要有能力，总是会成功的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给我们点赞、关注和留言哦。我们下次再见。